Hello， 倩倩。叫本公主有何贵干啊，小黑子？倩倩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场嘛，而且我们知道你一直就是想做一个小公主嘛。我一直都是。对，然后今天的话，然后就花了非常大的成本，然后非常大的工作，想让你今天体验一下公主般的生活，体验一下你当公主的梦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制作。对。确定。真的是大制作。现在那个礼物清单就在这边，这个 iPad 里面看一下。我给大家念一下，惊呆了！一，豪华接送车，有多豪华？敞篷的。敞篷的。第二，至尊自助餐。可以放开了吃的那种吗？吃到你吐。吃到吐，哦，好。三 shopping 导演组买单，真的假的？买什么都行，只要你可以提得动。我只要提得动，我就能买。对。四，游轮观光。对，现在那个下面的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在那个楼下，你让看一下。在楼下吗？对。啊，我要走。你们要敢骗我，就死定了。不会的，我们真的花了大手笔的。是哪个呀？你自己去数一下，看哪个是单辆车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不行，我不信，我的敞篷车呢？我的敞篷车，就哪个？随便选。真的？还开不动，你这些骗子！是跟你开玩笑，其实这不是了，我们就是因为开头我们想要做一点那个效果而已。下一站我们是带你去吃一个自助餐，这是真的自助餐。我不信，我能不录了吗？第一开。那我们坐什么去？真的有跑车吗？自己选，你可以骑这个车子，还可以坐车。我坐车。再见。哎，不会是去这个麦当劳自助点餐吧？说是自助的。不会是海鲜自助餐是这个。那强子，你对海鲜过敏吗？我不过敏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这块。对。哪儿啊？你刚才问我半天能不能吃海鲜，就是这个吗？还有虾里面。我真的没话说，我真假真吃。对，你可以喜欢吗？对啊。哎，哪个是海鲜啊？请问。海带吗？你这话自己听了。哎，我要选个海鲜啊，海带。哇塞，这帮人。你们怎么想出来的呀？哇塞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演。片段结束吧。好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接下来我们去购物消费。走吧。我已经看淡了人生了。哎，你们能找到这种地方，我也是佩服，真的，我真的服。好了，到了。哪儿啊？哪儿？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那我来选一下 solo 的衣服。炫炫妈妈买把菜刀，买个车锁，我那个敞篷车还等着我呢，在家三辆，我回去分给他们两辆，反正我车多。下一站游轮。对，期待吗？期待，期待死了，到时候是别给我找个破船让我在那悠，还有自己划桨。自己拿去吧。什么？你的船。这个，哇塞，哇！
哇，我真的无语到说不出话来。哇，原来是我想好了，我想的是我自己手动划桨，真的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刺激的。哇塞，你们太棒了，今天确定是我的生日场吗？我真的是很无语，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在哪儿？我不管，你们说好了游轮观光呢，这是游轮观光吗？给我一个玩具游艇。你们对得起我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你们答应我的游轮观光必须要做到。看到那个游轮了吗？看到了，不是要带我游轮观光吗？豪华游轮，啊、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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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。好，看吧。啊？就在远处看。嗯，看就可以了，观光嘛。生无可恋，真的是，你们怎么想出这么损的招啊？行了，别拍了，回家吧。是我们的吗？对啊，我被骗怕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敢相信了。真的？是真的吗？哇塞，你们太好了吧，太幸福了，我没有看错你们，你们还是我最爱的制作部，爱你们。